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。我们在分享到约瑟的人生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他进到了埃及，在波提乏的家里面，一步一步一步从逆境最不好的境况，那个最年轻的刚刚被买来的奴隶，神与他同在，他自己一定也有好的表现，认真的工作，以至于他一步一步一步成为这个家里面的大管家，是主人最信任的一个仆人。哇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点都不要放松。昨天和你分享，在一个渐渐安逸舒适的环境里面，人会失去了那个对于战争的敏锐度，你就觉得哦，好像大概没事了。什么时候我们自以为站立得稳，大概没事了，保罗说这样的人就要小心了，因为这样的人是最容易跌倒的，这样人常常是仇敌眼中的那个可吞噬的。仇敌好像狮子，专门找什么呢？狮子去找一个比他更强的更大的，不可能，他一定去找那个弱的。什么是弱的？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警戒，对罪对环境对征战失去了警戒心，我们就是那个最容易被仇敌挑上的攻击的焦点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而当约瑟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他主人的妻子看上了他，喜欢他，要引诱他，约瑟怎么面对这样的事呢？每个人都有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软弱最容易被攻击的点。约瑟是一个年轻人，血气方刚，没有结婚，而在这样的一个人上，性情欲的确是非常容易被攻击的，是很难胜过的。可是约瑟身上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恩典是我们要来学习的。他说，我的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什么都交给我了，唯一没有交给我的就剩下他的老婆没有给我，老婆怎么可以交给别人呢？所以他说，我怎么可以做这大恶？这件事情是一个大恶，得罪神呢？哇，你好特别。约瑟不是说我怎么可以做这个大恶得罪我的主人呢？他当然，如果他跟主人的妻子发生了淫行，当然是得罪主人。可是约瑟更看重的一件事情，不是我有没有得罪人，而是在这个背后，我得罪的是神。因为我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不可以在我的神的恩典里面却去行那不圣洁的事。约瑟知道，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抓住神的祝福，神的同在，我不能够偏行己路，任意妄为，照着我的血气去行事，以至于失去了神的祝福。他看重的还不只是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得罪人，如果只是怕得罪人，这个事情只要不东窗事发就没问题嘛，反正别人不知道。但是如果是怕得罪神，有没有东窗事发，神都知道。我求主今天也对我们说，不管有没有东窗事发，人也许不知道，神一定知道。不要因为得罪神，失去神的同在，失去上帝的祝福。